芊芊，哎，芊婆婆，哎，你回来啦！您又去跳舞啊？啊，是，他们让我去领舞，说我要不去组织不起来。哎，芊芊，我听说你两个哥哥回来了。啊，哎呦，这下你爸就等着享清福吧？要么说呢，咱这院子里啊，就是你爸是最有福气了。啊，哎，回头婆婆请你们全家吃饭。哎，好，婆婆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小哥背你过去，小哥力气大。可哥说他去拿雨鞋了，让我们不要动。哎，他那么久没回来，一定是回家偷吃鱼丸去了。来，上。看。准备了礼物，哎呀，谢谢儿子，真是多懂事儿、啊。爸，这是你的。哎呦，我有啊、哎。我过生日，你给他买什么礼物啊？这不是同款吗？真是孩子的心意呢。看怎么样？哎呦，这好看呢。可以啊，小鸟啊，你这燕子，你燕子不是鸟啊？哎，鸟鸟鸟，让你，哎，这不是是不是太年轻了？这个没有没有，特别合适，合适啊！啊，我试试，我试试。哎，雨芊芊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包。谢谢小哥。怎么了？打开看看呗。这太贵了吧？不贵不贵，哎，你放心吧，等小哥以后挣更多钱，想买什么买。这拿着，这么个小包能多少钱了？就跟你哥客气什么呀？拿着。行，那就谢谢小哥了，就这一个就够了。哎，客气客气客气。哎呦，你看你这，你也没空说你回来，我没给你准备礼物。无所谓，我也没准备你的。嗨、哎，那也行。赶紧收钱。你穿吧，哎，多好看啊！爸，我脚大。火锅开了，爸爸们、哥哥们吃饭了，赶紧吃饭，先吃饭。哎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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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脱了，先搁着。开锅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个蟹是爸一大早去市场买回来的，膏肯定特别多。哎呀，今天你们林爸过生日，我本来说我好好炒几个菜，嘿，寿星老偏不，非得吃火锅。我每年过生日不是都吃火锅吗？啊，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。昨天我刚给小丁医过牙，炎症还没消呢，不能吃辣的。你都给李真真治牙了？啊，凌霄学的就是牙科，这不是就是因为尖尖从小一进牙科诊所，哎呦，鬼哭狼嚎，那嚎的8百里外都能听见。凌霄就是为他学的。哎，这下好了，咱们家今后谁牙不好，哎，咱找咱们医生，咱有大夫了。哎，哥，以后就麻烦你了，以一针代酒，敬你一杯。哦，对，林爸，那个我给你做了生日蛋糕，我上午做的，给你拿去。哎呦，你做的啊？这不是电话都跟你说了吗？人家现在学做甜点呢，哦，要做甜点师。这以后小尖更离不开他小哥了。林爸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儿子啊，你亲手做的，你看，哎呦，谢谢儿子。以后也麻烦小哥了。哎，蜡烛呢？得许愿，拆蜡烛许愿吧。对对对，我去拿蜡烛。啊，没事，我去。哎，不是你这疤什么意思啊？没事，你坐下，我去拿蜡烛。不，什么叫没事？你这么大个疤，什么意思啊？坐下。
什么疤呀？什么疤呀？我看看，我看看什么疤？就肩膀上，你看看，喂喂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看看。天哪，我这么大一块疤怎么弄的呀？没事，就是不小心烫了一下。烫了一下？怎么烫的呀？什么时候烫的呀？哎呦，你说这么大的伤，你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呢？这不是离得远吗？跟你们说了，你们也是干着急。上次爸出任务，从楼梯上不小心摔下来，腿摔断了，脑震荡。要不是我发现时间表对不上，去追问你们，你们不也是不告诉我吗？啊，等会儿，林爸什么时候摔断腿、脑震荡了？怎么都不告诉我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？你能回来照顾啊？我。你看大家都开成什么样了？对，快吃快吃快吃吧，吃火锅吃火锅吃吧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吃火锅吃火锅吃火锅，来来来，哎，吃个丸子。林爸，你女儿今天给你组了这么一个局，开不开心？当然开心了。是的啊，这肉是你买的还是菜是你摘的呀？啊，怎么就成你组的局了啊？别吵了，我不是多少定啊？你这耳朵娘，我嫁给谁？你两只耳朵能嫁出去？不是你亲生的吗？是我亲生的，我亲生的啊！得了得了，赶紧吃。哎，凌霄，吃丸子呀，我特意给你弄的啊。嗯，好。失去着，依然迎着。